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欣佳。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，我希望自己准备好了。我觉得自己就是必须得强大起来，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。我觉得我们表现的也不是很差了，就可能就是我们没有强大到那个自信。虽然中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挫折，然后让我觉得有点怀疑自己，但是我还是一直坚持的走了下来。还有就是我想说一个，我以前的座右铭是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要把它走完。我想前进到前面去，在这一步我会发现说自己想要的越来越多，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开始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肯定做得越来越好，我也觉得我配得上越来越好。我希望我以后能成为一个跟大家一起成长，或者说带给大家力量然后阳光向上，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个。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在舞台上能够变得越来越强，变得越来越强，真的少不了你们的大合唱。现在我觉得我就是唱歌也行，跳舞也行，台下做真实的自己是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在做真实的自己的情况下，还能被大家接受和认可还有喜欢，我觉得是件很开心也很幸运的事情。就提醒一个人，想这样的事就只能四。依阳，你尽管往前冲，再加油努力。他自己可能是第八名的人。现在我宣布徐艺洋第八名。恭喜徐艺洋第六名。创始人们就将撑腰，我们最心动之人。恭喜你徐艺洋，你选择了这条路之后一直在跪着走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要站起来咣咣咣咣的往前走。我未来会越来越自信，一直往上走。谢谢你，我会让你